san si ti hom om guru 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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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si ti hom。好，我们再谈这个大圆净智。大圆净智是唯识论里面的开发第八识所产生的一种非常圆满清净的智慧。那么也有人问我，就是你知道大圆净智，那大圆净智怎么修啊？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圆净智啊，跟梵光的这个净坛有关。梵呢、啊，这个梵呢、啊、是幻觉的这个梵，观呢、啊、是观察的观，也就是梵观法。你在修大圆净智的时候啊，在古印度跟这个藏密里面呢、啊，都有教人家怎么修法。它是用净坛，就是用镜子的坛，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呢、啊，布置镜坛。这个镜啊，跟镜啊是要对照的。那么产生的效果是怎么样的？你坐在镜坛的中间的时候啊，往前看过去，有将近无数的你出现。这个右边呢、啊，也无数的你。左边呢、啊、也无数的你，前面也无数你，后面也无数的你。你一个人一坐的话，哇，就显现千千万万个你。这个是净坛，那么你可以请那个镜子的设计师给你设计那个净坛，你坐在中间呢，一看，哇，千千万万个你坐在你前面。左面也是，右面也是，前面也是，后面也是，这个是叫做净坛。那么也把自己的本尊呢、啊，也放在净坛里面，也显现一样的千千万万的本尊在你的头顶上，千千万万的本尊在你的头顶上。以前呢、啊，在修行当中，有人有师父这样子讲，有祖师爷这样子讲。在这个坛城当中啊，你修一坛法，这个坛城里面，你只要在里面修一坛法，就等于千千万万坛的法。所以其实千转轮法就是由这里所演变出来的，由净坛法里面演变出来的。你想想看嘛，你一个人坐在那边呢、啊，修一坛法，本来你只有一个人在修的，你在净坛里面有千千万万个你啊，这个时候你修一坛法，岂不是转成一千坛法吗？一千个你就是一千坛法，一万个你就是一万坛法吗？哇，这个是方便法门啊！你们在里面做一坛护摩，就是一千坛，只有一坛，你就是一千坛，我赚到了。不，这个就是千转轮法这样子放出来。大家晓得千转轮法，虚空中的法轮。那么你观想一千个你在虚空之中，同念一声佛号，一个咒语，就是一千声的符号，一千声的咒语，这个就叫做千转轮法，这是在密法里面才有的啦。一般显教没有说，你念一遍就等于念一千遍，念一遍就等于念一万遍或无数万遍。说净坛法有这个好处，祖师也讲，你在净坛法里面修行的功德很大，无量无数的功德从净坛里面所产生。那么大圆净智怎么修呢？大圆净智啊，你就是坐在净坛面前，
看着本尊跟看着你，二者之间呢、啊、互相对照，本尊的庄严跟你之间互相对照，一直在观察，从观照之中啊，突然之间本尊啊进到你身体里面，一刹那之间呢、啊，本尊进到你身体里面，你看久了就迷糊了。看了看了看了，观察观察观察本尊，看久了就迷糊。嗯，怎么搞的？我变成本尊了。这个就是本尊进到你里面，一刹那之间呢、啊，产生一种变化，二者合一，也就是本尊你。镜中的你一刹那之间合一的一种相应的时候啊，就是大圆镜智本身显现的时候，是这样子讲的啊，是这样子讲的，也就是合一了本尊你还有镜中镜子里面的你，三个突然之间合起来。那这种修行的方法就是大圆净智坛啊，净坛修持法啊，其实跟放观法是啊有关联的，放观法是有关联，有人可以借这个方法去修行，第一个又是千转轮法，第二个啊又是大圆净智的净坛法，这二者之间呢、啊、非常好的，所以这个修行的方法我觉得很好。我们常常啊观察自己，由镜子里面观察自己，千千万万的自己观察，然后使自己的身口意完全跟本尊的身口意完全一模一样的清净，只要是本尊的清净跟行者之间的清净能够合一的话，就叫做大圆净智，就叫做大圆净智，就是合一了。我也以前也讲过了，这一种修行啊，有时候你看着镜子，镜子里面会出现烟，出现烟，那么镜子里面呢、啊，会出现本尊，会显现，甚至于出现光啊，出现光明，再来佛国出现啊，佛国就是在镜子里面，再来你自己啊也进到佛国。我以前讲过啊，你可以在那里啊，你在修这个放观法，修这个净坛法的时候啊，啊，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到了王母娘娘那里，你还可以吃到仙桃，我都讲过的。这个现出这个烟啊，看到烟的景象，看到光明啊，看到佛，那么自己有感应啊，那个佛国出现了，本尊在镜子里面啊，这个都是感应的现象，都是感应的现象。但是要注意一下子，你不能进入啊、哦，这个不能去追求什么。有的人呢、啊，就在这个状况底下，想要追求很大的神通啊，或怎么样的，也有会走入这个旁门，也有会走入旁门的。这个是很好的修行方法，但是修行的心呢、啊，一定要很定，那么要很静。那么完全呢，能够啊保持自足你自己的心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能让自己、啊、走入旁门，走入旁门啊也会产生不好的这种现象出现，这个就是这个大圆净智的这个净坛法的修行啊，大圆净智净坛法的修行，今天就讲到这里。Om Mani Padme Hum.